科工馆的飞行剧场将要带领大众身临其境，提供观众更丰富的体验感受。即日起推出新单元 5D VR 飞行剧场，延续科工馆落实寓教于乐的展示目标，例行推广科普教育理念，让民众能在博物馆的愉快气氛中学习感受科学的相关原理。科工馆从即日起我们推出 5D VR 飞行剧场，那么这个剧场呢是应用最新的科技 VR， 那么结合这一个把它再加上一个动感以及风跟雨两个元素，所以是一个 5D 的概念的设计。我们期待借由这样的一个剧场呢，让我们的社会大众、我们的亲子能够去体验VR 的这一个科技，同时寓教于乐，让大家在很轻松愉快的海底之旅能够去感受到这样的一个科技。以往这些科技出来的时候啊，你戴以后呢，有的会觉得头晕，今天呢我们亲自去体验非常的舒服，这一个问题呢一点都不存在，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安排期望今年的暑假大家都能够来体验一下真的又好玩又有教育的意义。 5D VR 飞行剧场中所使用的科技之一即为虚拟实境，简称虚拟技术，也称虚拟环境，是利用电脑类比产生一个三维的空间虚拟世界，让使用者感觉身临其境。时方新闻郭一文、许建义高雄采访报道。